爸，你回来看我。我好几天没看到你，我好想你，知道吗？爸爸，我也很想你。就是爸爸不好，是我不好。他们有没有欺负你啊？你吃的好不好？住的好不好？穿的好不好？他们对你好不好？爸爸，我很好啊。波阿姨她对我很好，小英阿姨他们也对我很好啊。那就好了。爸爸现在在外面呢，做点小生意，还不错。你现在跟我走好吗？我不要。浩哥，爸爸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对待你。我会买玩具给你，我会买冰激凌给你，我会教你做功课，我教你写字。我知道我以前没有好好的对待你，但爸爸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一定会努力赚钱。我会让你有好日子过。爸爸，我不要过好日子，我只要干妈。干妈她对我很好啊，我想要跟干妈在一起。干妈就像我以前的妈妈对我一样好。好哥。爸爸，你不是说过你要好好努力一次给干妈看的吗？等你努力好，我们是不是又都可以在一起啊？有爸爸，有干妈，还有我。爸爸一定会努力工作，等我成功之后呢，我一定要回来跟豪哥在一起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不管你的干妈接不接受，我都要跟豪哥永远在一起。